大家好啊，咁 Hippo 咧今日又同大家嚟分享啲乜嘢咧？就係木吉他平時我彈完之後咧，點樣做翻一啲咧好日常嘅保養啊？咁咧最主要保養咧分兩個部分啦，第一部分咧就係吉他本身個 body 啦，因為平時咧唔知有冇留意啦，彈得耐咧右手咧依個位置咧係好多汗跡嘅，其實好核突一層層嘅。咁呢個 body 啦，第二樣嘢咧就係弦線啊，啲吉他弦上邊咧都需要做翻基本保養。咁咧我自己嘅 body 咧，平時用開咧即叫 Music Nomad 嘅清潔劑嘅，咁啊好簡單啫，就係擠一下落去塊布上邊咧，咁跟住我就喺佢上面打圈嘅，一啲跡上面，或者基本上我練習完或者出完 band 咧，我都係會喺佢上面打圈嘅。我通常都會用翻一塊普通嘅布咧，抹一抹上面啲塵先嘅，因為咧只要上面有塵咧，當你咁入去都容易會整花枝吉他嘅，呢個好緊要，好緊要，好緊要，好緊要。記得啦，大家有佢一個弦線嘅清潔器啦。咁其實上邊咧，佢會有一啲嘅油嘅，咁令到你啲吉他弦咧有翻啲油去保護翻，同埋去移除翻你一啲嘅污垢嘅。咁平時我用開依只咧就好簡單，就係落一下，上去一下。嗱，咁大致上咧啲油咧已經好平均咧，咁樣就已經採查咗喺啲吉他弦上邊，咁咧就已經有一個好基本嘅保護噶啦。咁最主要我就係用開依兩個產品咧去保護翻我支吉他啫。咁今日咧嘅分享希望你中意，亦都幫到你啊。咁就咁先，拜拜。